待新女郎出炉。美人鱼二女主角是她，仙气爆棚网惊呼，根本凌允张柏芝综合体。国外有007的庞德女郎，华人圈也有个新女郎。想要出演周星驰电影的女主角，可是真的不容易，竞争相当激烈的。上一部的电影《美人鱼》，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可爱又充满傻气的美女林允，心清脱俗的气质会被相中也不意外的。这次《美人鱼二》电影的女主角还特别举办了选秀节目《星星美美人鱼》，在激烈的海选中终于脱颖而出了，冠军就是她 SNH48 成员孙珍妮，拥有1/4的德国血统，不但能歌善舞，在选秀节目中也展现了他感情充沛的演技，大家觉得他如何呢？选了再多，小编心里还是只有喜剧之王里面的柳飘飘，每到一个会让人呼吸停止呀。图片皆翻摄自网络。